在整个的历史当中，这里有着许多的人，他们是不信的人，他们并不倾向于要去相信基督，或者说是相信基督教，因为他们认为福音派基督徒对于圣经的观念非常的奇怪，在他们的思想中，在这些不信的人的头脑中，他们认为我们相信。 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圣经是充满真理的。这只能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够实现，那就是神他通过听写圣经作者的方式来赐下圣经。如果他们被允许用自己的语言或术语来表达想法和概念的话，那就不能保证。 这些都是真实的。只有神听写，而圣经作者们是被听写的，这才能够使得圣经是神的话，是真实的。悲哀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些无知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对于我们如何得到圣经，也是这样理解的。 他们也同样的认为，神是向这些圣经作者们听写了这些信息。我把这一点提出来，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一节当中有几处是反对这种听写的理论的。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片语就是其中一处。如果事实上，在保罗的头脑里，他的想法是。 圣灵听写，而圣经的作者们是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没有加入任何他们自己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写作风格。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预期保罗在第十三节会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给的。” 言语乃是用圣灵所给到的言语，这将会更加的含糊不清。如果是圣灵给了这些言语，这意味着他可能用听写的方式，也可能意味着他给了作者大意，然后让他们写出来。但是，如果保罗使用了“给”这个词或者其他类似的词， 那么更有可能使得这意味着是用听写这样的方式，或至少使得经文对此是开放的。同样的，如果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讲说这些事是用圣灵所讲的话，这可能是和听写的观念是一致的，也是能够符合。 真正的圣经当中的末世的观念的，这对于听写的这个观念也是敞开的。但是保罗并没有使用“说”或者是“给”这两个词当中的任何一个。相反，他两次的使用了一个词，表达这些话是圣灵所指教的。我在想，如果让你的秘书。 被听写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个叫做教导，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提到听写的时候，人们是一般不会这样想的。我认为，不只是今天，人们不会这样想，任何时候都是的。如果一个人给他的秘书一些信息，让秘书把这些信息， 写下来，然后秘书就完全的按照老板所给出的样子把它写下来。那你就很难理解，怎么可以说这个指令它的给出是为了教导这个秘书一些的东西？这并不能完全确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某些情况之下，你可能会把给出听写称作是教导，但这肯定是有些奇怪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一节后半部分所发现的，是更有力的反驳了听写这个观念。保罗说我们。 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如果这一节就在这里结束，也完全没问题。但是，正像大多数的情况，保罗继续说，他给了我们一句悬而不定的话，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手上的一本是这样翻译的：你们的一些译本可能是。 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事实上，在原文当中，这里所说的是将属灵的与属灵的相匹配对应。那么，对于这节经文中这一特别的部分，我们要如何的处理呢？ 对于这节经文当中两次使用“属灵”的这个词的每一个的用法的意思，有很多不同的观念。而事实上，在原文当中，这个词的两个用法不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是来自于 n e u m a t i c u s 这个形容词，但是它们在隔。 和性这两方面都是不同的，因此，当保罗说将属灵的与属灵的相匹配，或者是联合时，看起来保罗所指的并不完全是同一件事。好的，我前面已经说过，关于这两个词指的是什么有很大的争论，我会让大家免于。 把所有的不同的观念抄下来，这样的麻烦。只是想告诉大家，尽管也可以来谈一谈其他观点的例子，但是在我看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是，保罗他在这里所谈论的，在我看来，最有可能是用属灵的话语表达，或是匹配属灵的概念。 属灵的真理，所以我用的版本是英语的新国际版圣经。这个版本的圣经不仅是翻译，也做了一些解释。在这里，它加进了“真理”和“话语”这样的词，而我认为这样做应该是正确的。你可能会说：“好吧，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其实意味着。 就存在着对于如何使用合适的属灵的概念来表达某些属灵真理的教导，用正确的词来表达属灵的真理，让作者所说的能够清楚明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似乎是：是谁在作者表达？ 和相匹配的工作，把属灵的观念和属灵的话语相匹配的人到底是谁呢？似乎非常的清楚，在这节经文中基本有两个选项：要么是圣灵在做联合和相匹配的工作，要么就是圣经的作者。 是他们在做着这种联合和相匹配的工作，这看起来是很明显的，因为在第十三节当中，唯有他们是被提到的候选人。在这里，我很想告诉大家的是，关于哪个选择是正确的，确实会带来非常大的不同。 如果在这里是圣灵，是他把他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正确的人类的语言相配合起来，那这就和听写的观点是一致的，是吗？我的意思是，这里没有说是圣灵，他想要把他表达的想法听写出来。 但是，如果是圣灵在做着联合和相匹配的工作，虽然不能证明这就是在听写，但却和圣经是被听写出来的这个观点相契合的。另一方面，如果这里是人类的作者将这些观点和正确的词语组合起来，那这就和 秘书正在被听写，这样的观念相去甚远了。通常情况下，老板要口述一封信，他会让秘书坐下来，然后他会说出一些想法和一些词语，在他讲的时候，秘书把这些内容写下来。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也有可能。 你的老板，他并不擅长把他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但他的秘书很擅长。那老板就告诉他的秘书：“我想要表达的基本的内容是这些这些，你可以帮我表述出来，然后拿给我看，我来看看是不是我想要说的。”可能会有极个别的情况会这样。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做听写的秘书并不会把观点和表达这个意思的正确词相组合起来。所以，如果做这样组合的工作的是使徒们，而不是圣灵，那在我看来，这就强有力的反驳了《圣经》是被听写出来的这样的观点。 你可能会说，这很能讲得通，但是我们要怎么分辨呢？作为一个完全免费的项目，您爱心的奉献对于 TVS 施工的完成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您慷慨的支持与同工。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TVSeminary.com。TV 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圣灵还是保罗，或者其他的写了圣经的人做了这样的组合的工作呢？当我在看英文圣经时，我看不出如何可以来区分。你们呢？我不认为英文的翻译能够让我们知道到底是。 圣灵还是使徒在做着这样联合组合的工作，但如果你认识原文的话，在这样的情形中你就有优势了。我来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会这样。这里被翻译成“解释”的这个词，有一些版本翻译为“联合连接”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soon”。 c r i n o t i s 事实上这个词来自于动词 s o n c r i n o 看到这个词，它的这个形式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分词，并且分词它的字尾是有性的分别的，是阳性、阴性还是中性？ 也有着数的分别，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根据你们现有的一些希腊文知识，有可能是全部的希腊文知识。那么，圣灵这个希腊文 p n e u m a 这个词，它是阳性、阴性还是中性呢？中性，对的 p n e u m a 这个词。 它是中性的。你可能会想：好吧，我之前不知道，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这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动词性的概念，而我们要寻找这个动词的主语。不管这个动词它的主语是什么，主语的性和数都要和分词它的性和数。 是一致的。<Okay. S 1> 那么，在这里，well, 这个分词它的性和数是什么呢？Suen c r i n n t e s, <S 懂希腊语的同学还记得吗？对了，是阳性复数。Uh oh. 保罗肯定是犯了一个错误。 他想要说的是，是圣灵把这些观点和词语组合了起来，但他没有注意到“圣灵”这个词是中性的。他把“圣灵”看作了是一个人，所以他把 “son crino” 的字为写成了是阳性的。不，保罗，他并没有犯错。 他是有意为之的，但是如果这里的这个分词的性和数与 pneuma 的性和数是互相不一致的，那么这就推翻了是圣灵在做着这样廉洁的工作。但是我们仍然面对这个问题：是谁？ 在做着这样连接的工作，这节经文中唯一提到的另外一个选项是那些讲说这些教导的话语的人。我们会说，这里特别指的是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那这是不是就给了我们一个阳性复数的主语？ 使其和这个阳性复数的分词相一致呢？是的，当然是的。但是你会不会期待在第十三节应该找到一些阳性复数的名词？你会吗？是和 soon crinotes 相契合的，但是我们找不到，所以名词在哪里呢？ 事实上，名词被包含在了这句话的主要动词里面。La lumen 意思是“我们说”，对吗？La leo 意思是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所看到的这个特别的字形。 就是阳性复数的，或者我们应该说是第一人称复数的。这个复数的人称可以指称是男性的，也可以是女性的。这里我们知道是男性的，但这个主要动词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告诉我们主语。 是我们这个和 Sun c r i n o t e s 是相一致的吗？当然是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是使徒们，是他们在把圣灵所教导的这些观念，与那些用来表达这些观念的话语，将它们联合起来。 当我们把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中所学的加进来时，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灵并不是给出一些大概的任务，然后把它们留给作者，让作者去把这些观点和话语连接起来。不是的，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们都是被圣灵所带动的。 所以在做这种连接联合的过程当中，圣灵也参与了，但是圣经的作者在做这些的工作。同学们，这听起来并不像是在听写。如果你是在做听写，那是给出听写的人在做这些连接的工作，而非被听写的人。这里说的是是圣经的作者。 把圣灵想要表达出来的观念和所使用的话语相连接起来。